哎，好，大家好，我是Gong。哎，我们这一集是其实是接跟前面那个影片电容麦是一起来，但是为什么马上必须得拍摄这个影片呢？跟 PC Home 到货这个 Samsung 哎 T5 SSD 1TB 的版本，能带你看看大概可能我们家工件构图到底怎么做。但是因为我们如果现在不开箱这个，我就不能够做剪辑三个影片，三个影片一个多小时，加一加前后总长实验实况定定。如果你没看过，推荐你去看看，有它的价值在，就等于是我每次拍摄影片那些鬼的工作流程啊嘞。哎，为什么买这个 SSD 呢？这应该不用特写开箱吧？特 SSD 这名片哈，就是等一下我们让跟荧幕上面来分享一下。哎呀，先剪一横就好，我们来试看。但人家 K R 力没亏，那多补一刀。因为这个纸盒，人家抓 K R 好像比较薄一点，所以它不好直接撕开。那就 K R， 我们只需要东西有来就对了。有来，看来 Samsung T5 SSD 哦，里面没东西有这样子，爽，不用怕那盒子摔坏什么的。现在太阳出来了，把这个灯关掉。因为咱的翕的这，我们一直是用夜灯，所以光线会超黄。顶顶的，现在开了另外一个小夜灯这样子，所以这个不是专业用的摄影棚灯，所以那个色泽不会那么漂亮清晰，然后人物鲜明、精神立体哟。好，来，嗨 ，Samsung， 哎 ，T5 SSD， 刚刚观察一下外包装之类的，没有破损、拆封过的痕迹。看到这个胶条等等，可是安德尔，哎，你也哦 ，Samsung SSD 产地是韩国，超帅。这个我知道，就直接推掉。我真的不知道现在还有这个时代还有电子产品是在韩国做的。哇哦，我连 Samsung 的手机刚起的韩国这者我都不知啊。我以为像看 iPhone 啊、钉钉的生产都是在，然后哎，触屏哎，像。刚我们这个插播一下，翻译一下。如果你是为了 SSD 来的朋友，哎，但你要看下。我也很好奇，这个东西在哪里制造的？你不好奇吗？哦 ，Assemble in China， 这个 Levi 的麦克风。哎呀呀，还好了，跟我们 ID 14、ID 14录音界面是一样的血缘这样子。但如果这个价位像 Sennheiser 更便宜，1906已经是在德国制造这样。如果 Kimoji 的朋友，你可以关心一下你的 Kimoji， 你去买喜欢的产地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对，支持，来支持你喜欢的产地，或者让你心情好的产地，那是一个情绪上 Kimoji 上的问题，很重要。好，然后总之我们得到一个有趣的结果，想要改变这个，MIDI keyboard， MIDI keyboard 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。那个我们键盘还在海上，还没有出货，还没有运这样子。开箱 SSD， 等一下再换个萤幕跟大家分享为什么要分买 1TB 的 SSD， 然后价格怎么样这样。啊，顺道一提，这个 SSD 是在 PC Home 买的。如果 PC Home 要找我广告联络，很欢迎，因为这是好东西。那我们底下没有任何的优惠网址、连结什么之类的，抱歉大家，我们还没那个知名度，改天有再跟大家分享这样子，还有那个代理商的贴纸啊、保护，等到时候我再去注册这个相关的保护。是现在我们现在做开箱，因为我一定要开这个才可以剪影片，不然之前面那个快一个小时，虽然是录 1080p， 但是恐怕也十几二十 G 这样的，那个老电脑受不了，然后镜头放过去看一下，我就不荧幕录制了，因为我们不是要强调说哦比较 AB 硬碟的 test 速度，这也没有，我们只是分享说好东西真的有比较快，然后再跟大家讲的故事这样子。Yes， 就这样，里面没了，就都在这里。然后它有一个塑胶膜，所以我这样拿不用怕掉下来，大概是这样子，没了，就这样子，本体在这里，所以里面有两条线很重要，因为我当初就看准这一点，一条是 Type C， 一条是 Type A， 就是普通这种老旧电脑可以用的线这样子。如果不行就尴尬，还要买一条线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开起来，本体就在这里。他说本体超小，我们这边手边没有硬币。对，手边没有硬币。我也不知道，可能发票吧，是一张中油的发票。
我就把本体拿出来。哎，装的有点紧，拿不错，就是跟它这一层先拿起来。这是一张你去加油什么都会拿到的发票，因为比发票还小。那个 PC 用上面有广告，好像是两根硬币两三颗加在一套，但是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，跟发票可以把它盖住 ，size 松。哎，虽然国外专业的的YouTuber 他们说这个是他们很重要的生财工具，哎，跟投资，但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厉害，但是还是哦，舶来品的味道，没有奇怪的味道，也没有奇怪的臭味，这个很重要，来拿下来的。本体，哎，本体，很重要的本体，这样，哦，很漂亮，但超薄，跟我的手指一比，有没有跟大拇指的侧面？哦，这个都正对焦，帮我大忙，有没有？伯莱克，刚好也没有尺跟笔，哦 ，iPhone，iPhone， 哎 ，iPhone， 比利时 ，iPhone， 但在 iPhone 旁边显得很渺小，有没有？哎，赞，有趣啊，然后薄厚度哦。我目测比 iPhone 厚一点点，甚至一样厚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那代表 iPhone 那个设计的很有那个，看起来乍看之下，这样来比，仅比 iPhone 厚出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大家将就一下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所以这东西真的超小，这是他们主打的特色。为什么是 1TB 不是 500G？ 因为好像差没有到太多钱，然后这个东西国外妈妈都买要$100，但是在 PC 又买，现在不用，好像2500-2599的样子啊，没有广告连接，也没有赞助，所以其他牌有没有比较好用，我不确定，因为我只买得起这个，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买过最贵的随身硬碟，好不好？而且还 SSD， 语无伦次，而且还 SSD， 因为 Samsung T5 Samsung Portable。行动 SSD 这样，我从来没有买过 SSD， 我不知道现在那么便宜。等一下我们转过镜头，看几年前的 SSD 有多贵这样。它就是上面就是一些详细的叙述，然后没有了，只有一个孔，也没有其他的，好像高阶的 T7 还是什么 Touch 版本，有一个可以指纹解锁，但是我们的资料没有那么重要哎。哎，先放桌上，放在 iPhone 上，100%不会搞错，就放在那里这样。那剩下的包装物，我们影片差不多也快一半，快结束了这样。啊，那个说明书，我觉得应该不用有人教你怎么使用随身硬碟之类的。然后这个 Mac 跟 Windows 都可以用，所以改天如果我真的发财了，我可以换一台 MacBook Pro 或是 Mac Studio 之类的，我可以直接无痛接轨转过去了。然后两条线，哦，很漂亮，还有这个很可爱的图，有没有？这两条线应该看得出来，一条是 Type C， 一 Type A， 蛮大头，一条 Type C， 然后还有可爱的束带。我们就没有要拿另外一个，直接 Type A 直接拿出来。哦，还蓝色的 2.0 有没有？便宜的东西用习惯了，看到高阶不太习惯了。哦，换桌上，直接换镜头。啊，这边应该就不用留恋了吧？就是 Type C 这个要收好，因为改天转过去会用到这样子。然后，其实我爱讲一句客套话了，客套话没有，公道话了。我先把这个收起来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东西的质感，坦白讲，比我想的还好很多。因为它不是一只 iPhone， 也不是一只 Samsung 的手机，虽然我也没买过 Samsung 的高价手机、高阶品，但是光纸盒质感怎么之类，光我一个不是专业3C相关的 YouTuber， 我都感觉出来说，哇，很漂亮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很漂亮的，很直观的。T5， 厉害的，哎，厉害，厉害。哎呀，这个东西真是，就质感很棒，然后里面的每个盒子啊、收纳之类，没有什么马虎的，或是什么头杠干料之类的感觉，这样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。好，我们现在换过来角度，那个是我的频道，大概应该看得出来。我们换过来那个角度一下，然后我想一下，我们先暂停一下，换个角度。阿里玛这家公以我的个性，我喜欢一镜到底啊，为什么要换个角度？要分享一下，然后因为我们这个 M50 Mark II 它就有旁边可以那个，所以我如果不把这个相机暂停转这个。把麦克风移除，我是没有办法转这个可以让我预览的这个视窗的头这样子，所以我就先就弄一下，以后高阶看能不能再省略这个步骤。那胡兄姐，这一次是很大的升级，为什么？你看这个上面有这个多少？2015年5月1日，刚好可能7-8年前这样子。当初我在原价屋主的电脑，那当初看电脑里面装什么？很美光的这个 VX100， 有没有？全部都很怀旧的规格，有没有？然后 250G， 哎，而且还是那个。
沙塔的，他不是那个像那个什么 PCLE 什么之类的那个很快的那个版本这样子而来。但读取这个速度，甚至他写的速度还比我们现在这个这次的主角有没有 Samsung T5 现在他们因为背光所以很黑，对吧？还是哎这样子，所以那个嘿就这样子。然后看当年的价格，哇，2990，现在这个2599就真的是赶又赶时代那个。然后另外一个是内接硬碟，都去把1GB 样32MB 是什么神奇的数字有没有？1TB。然后这边介绍完之后，我们直接切换一下过来这个，哎，这边可以看得出来说，哎，我的硬碟真的快没空间了。看，你看连这个可怜的系统碟就有250GB，然后这个硬碟就有剩5GB，所以我连这个影片我根本做不完，欸，全抠不完的，所以只好先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就现在应该是 不需要看我插 USB 那个头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现在也快极限操作，因为快没有空间了，欸，我赶快，快，对 ，Type C 就是两边，那个这边就是两孔都可以，两没有方向，接上去我要直接试看看功能是否正常。因为很抱歉，我没有另外一个 SD 卡，所以我不能够一边录一边那个，还没有抓到吗？没有办法。哎啊，经过一段多加惊险万分，我们最后剩30秒而已。惊险万分的这个测试过程，我还想是可能是我电脑上那个USB 连接孔那边的速度所限制的，那你刚开始这给他研究。总之，我们买了这个 1TB 的 Samsung Made in Korea 的这个韩国制的 1TB SSD， 也有感时代的变化呢。哎呀，我们之后再继续要创作更多影片呢。我的告，感谢你的收看，然后再会，拜拜。